喂，各位观众，这个 Air Fire 先正啊。佢吹啲熱風咧，將嗰啲咁嘅雞髀啊、薯條啊咁樣吹到香香脆脆咁樣食啊，咁我頂！仲有數碼控制喎，個 panel 一個滑面咧，咁樣非常之方便去打滑打抹啊。價錢幾多啊？$189啊！咁啊，似乎用啲，但係用起上真係幾好用啊！呢件東西好過嗰啲。即是傳統房款式一個洞在那裡那隻，即是這隻啊，好的這隻啊，好像一個水杯一樣拎出來。現在越新東西越出越漂亮。